咱们还剩下几个节目？还有两个。那没办法了，二选一，必须要删除一个。你们看删除哪一个？我觉得高一十班的嗨兽可以去掉，因为之前彩排的时候他们就有人受过伤。但他们迅速做了调整，节目完成度也很高啊。江傲月同学，我理解这是你妹妹的节目，所以你想保留，但是根据实际情况，这个节目它有出错的风险，而且我们有过一版没有这个节目的晚会流程串词。如果一定要删去一个节目的话，删掉这个是最合理的选择。我们就按没有这个节目流程来报幕，其他的我来安排。叶绿素，你是不是紧张？没有。我紧张，那你自己调节一下。姑姑，加油！加油！你看怎么样？行。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跳舞，我都想尿尿了。哎，文老师，你是来给我们加油的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一点都不紧张，是吧？耶耶，放心。老师非常抱歉，可能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。妖童元女，荡舟心许。一首徐回，坚船与悲。感谢高一五班的罗梦杰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，古筝的古典之韵，余音绕梁。不知道接下来的节目又将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体验呢？接下来有请高一十班。高一的最后一个节目，也是本次元旦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，帽子先生，掌声有请。这个节目单上不是有个高一十班的嗨兽吗？天气原因需要临时删掉一个。您听说过这个节目？哦，难不成小诗？听从安排，听从安排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对我有很多误解。晚会结束后，我们能聊聊吗？元旦晚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什么？对你而言，只是又一次接受赞美的舞台，对吧？但你知不知道，这个对你来说一文不值的舞台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？你刚刚说这是最合理的选择，但通过剥夺别人的机会来解决问题，在我看来，是极其不合理。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可聊的。同学们，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今晚最后的节目。这个节目经历了很多波折，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。我和很多同学有幸见证了他们的排练过程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们为了彼此重新凝聚起来，各司其职，为自己的节目增添光彩，最终打造了今晚最值得期待的表演。他们充满斗志，坚持不懈的过程，在我看来是青春最耀眼的样子。你们赶紧上！下面让我们有请高一十班的表演者陆苗、陈果果、施彻、谢子叶。猛弟，快上！猛弟，快上！